見到內地股市方面，上證指數跌16點，報2788點；深證成指跌78點，報9312點；滬深300跌14點，報2999點。恆指方面，最新報19976點，跌8點；國企指數8429點，升9點。大市成交88億。呢隻嘉賓請嚟 Rafi 同我哋跟進最新嘅市況。Rafi 你好，你好，好啊，咁啊先同你讲讲个大市先啦。咁啊见到咧隔晚欧美股市就先升后跌啦，外围嘅消息比较多啊。咁啊恒指今早咧低开83點，报19900點；国企指数低开30點，报8390點。咁啊内地股市方面咧，头先都见到噶啦，都系偏软啦，三大指数都要偏软啦。嚟紧咧啊恒指嘅后市走势咧，会唔会都系会跟随翻 A 股嘅相关消息，例如有一个向下嘅势头啊？我相信暫時港股嗰、那個即係去向上講啦，都係一個反覆為主啦。因為始終你話近期咧，其實就都比較多唔同因素啦，係左右住個港股。咁啊，譬如一方面好似尋晚嘅咁歐央行議息啦，咁當然就結果出乎大家預期，就出咗6招咁多。咁但係之後嘅啊，即係譬如德拉吉嘅講話咧，又係調翻轉嚟講嘅，咁令到成個市況咧就比較反覆啲。咁就係呢樣嘢咧，都令到今日翻嚟港股啦，唔算話有太大嘅明確方向啦，即係無論升同跌都好啦。咁而嚟咧，以翻即係嚟緊啦。咁我相信隨住呢個禮拜過埋之後，可能兩會完咗咧，又要睇埋究竟有啲咩嘅新嘅政策或者嘢公佈出嚟啦。咁而且另一邊相嚟講，下星期翻嚟啦。咁除咗啱啱嘅歐央行議息之外啦，下星期其實日本啦同埋美聯儲啦都會有議息會議嘅。咁而家一方面大家關注緊就係日本究竟會唔會下一個負利率啦。雖然佢之前官員講到明，好似機會性唔高，咁但係呢啲就好難估計嘅。咁而美國亦都一樣啦，咁啊睇下嗰個即係當然預咗唔會話加息㗎啦，咁但係睇下嗰個嘅即係可能嘅結果係點樣啦，或者有冇啲咩嘅記者會言論點樣講啦，咁呢都係需要去睇啦。咁再加埋嚟緊啦，亦都係繼續圍繞住業績期因素啦。咁而且好多中資股啦，其實嚟緊三月中下旬開始啦，都會公布翻個業績嘅。咁所以變相就係咁樣數啦。都比較多因素啦，係可以阻礙住個港股，咁所以我相信暫時港股嚟計啦，都會繼續反覆住先咯。咁但係當然你見到下面嚟講，譬如好似今朝早啦，又或者係前日嚟計咧，其實差唔多即係呢一陣啦，都試過19800咧，都暫時未跌得穿嘅。咁所以初步嘅支持啦，都依然睇翻19800先咯。咁但係如果當然呢啲位置穿咗嘅話啦，咁我相信可能補翻就二月尾三月初個嘅上升裂口嘅低位咧，大概19400-19500度啦，做翻呢一陣。大啲嘅支持，咁反而上面嚟講啦，咁要睇一睇就之前嘅高位20003啦，究竟破唔破到先啦？如果呢位置破到嘅時候啦，咁我相信個恆指咧先至會比較大啲明確啲嘅方向咯。好啊，同你講完嘅大市，同你講一講一啲嘅焦點嘅消息啦。見到外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，內地將喺近期出台嘅相關文件突破商業銀行法嘅限制，咁啊允許咧商業銀行喺不良資產處置領域實施咧係。債轉股以支持呢個實體經濟呢個嘅文件咧，並且由國務院咧特批以突破咧呢個嘅商業銀行嘅法規限制，亦都有分析指咧，如果呢個嘅消息係真嘅話咧，將會通過會計手段去緩解銀行嘅壞帳壓力，不良貸款通過抵押清算咧，基本上咧係會侵蝕咧呢個抵押物嘅價值，但係咧債轉股嘅出現咧可能會緩解呢啲嘅情況啦，因為股權嘅估值咧會高過咧呢啲抵押物嘅清算價值啊。對於呢啲內銀股嚟講，呢個係咪一個嘅壞消息啊？嗱，當然我依翻即係呢個尋日晏晝傳出嚟消息嚟睇咧，其實就可以分幾方面去講啦。一方面就睇下對銀行究竟係叫做好定唔好啦，另一方面就睇下對企業嚟計啦，究竟呢個方向叫好定唔好啦。因為始終你話成件事上面講啦，咁啊傳出將呢啲不良貸款可以叫做以債換股啦，咁即係變相以翻銀行角度嚟計啦，可能之前嘅好多企業爭佢哋錢嗰啲嘅債咧，咁啊可以俾佢哋係轉做股，即係變相銀行咧就變相係呢啲企業嘅股東，由一個債主變為股東。咁呢件事究竟係即係對銀行嚟講好定壞呢？當然以翻初步咁樣睇咧，其實就叫做有好有唔好啦。好嘅方面嚟講，咁起碼你將啲不良貸款嗰啲嘅債務可以轉做嗰個股權，令到佢哋由債主變成股東嘅時候咧，咁大家不斷之前都講過就係驚緊內銀嗰個資產質素惡化，或者不良貸款率餘額會升嘅時候咧，咁你咁樣可以轉換啦，咁意味住內銀股嗰個嘅不良貸款率啦，可能冇升得咁誇張嘅，即係有機會緩和翻啲。咁變相進一步嚟。
講可能對大家本身擔心內銀股會有集資壓力呢個因素咧，係有啲嘅消減嘅。咁呢方面嚟講，好似係比較理想嘅。咁但係當然都有唔好嘅地方。咁啊，另一邊上嚟講，就其實咁樣嘅一個轉換咧，頭先提到啦，只係會計上準則嘅轉變，而唔係實質一個嘅不良貸款嘅一個改善啦。咁所以只不過係將內銀股本身可能唔係咁好嘅啲數字啦，係透過啲會計因素啦，係將佢轉造成一啲比較即係好啲嘅一個數字嘅表現啦，唔係一個實質性嘅改善啦。咁所以其實對內銀股本身個風險嚟講咧，係冇減到嘅，反而調翻轉講啦，如果隨住嚟緊都不斷係將呢不良貸款係將佢轉做咗股權嘅時候啦，更加令到大家唔知道不良貸款個情況去到幾多。咁所以其實變咗實質嚟計啦，可能對翻內銀股個負面因素啦，其實都會有喺度，即係危機性係即係存在住啦。咁所以你點都要留意翻，甚至乎你話另一邊上嚟講啦。就係透過佢哋咁樣換股啦，當然而家好多消息都未知嘅，咁要睇翻幾樣嘢啦。一嚟就換股之後啦，究竟換股價係幾多啦？或者嗰、那個即係對內人嚟講嗰個嘅議價空間大唔大咧？如果咧即係對佢嚟講係有啲著數，即係可能換股係低啲嘅價錢嘅，咁對比可能現價係比較大嘅折讓嘅時候啦，咁相對內人股持股得嚟咧，即係持有呢啲企業股權得嚟咧，咁比較叫好啲。咁但係咧最終出嚟個換股價係唔係話賺得太多嘅？可能同現價唔係差太遠。嘅時候咧，咁其實對於藍股嚟講，可能未必太過有著數嘅。即係如果調翻轉股價再落嘅話咧，佢哋可能連呢一 part 都會係即係公允值變動都會係損失埋嘅。面上整體嚟講咧，藍股都可以叫做係有好有唔好啦。我覺得係仲要去睇啦。咁但係當然你話調翻轉講，從呢個嘅方案嘅即係消息出嚟啦，咁對企業嚟計究竟有好唔好咧？當然對企業嚟講咧，亦都係叫做有好有唔好嘅。咁當然暫時嚟計傾向比較叫好嘅情況多少少啦。咁而特別頭先提多少少，就對內銀股嘅睇法嚟計啦，比較我覺得係唔好嘅情況多少少嘅。咁呢個我都係要留意翻。咁當然啦，企業嚟講點解覺得好嘅情況多啲咧？因為頭先都最主要講到就係呢個方案啦，就係一個以債換股嘅方案。咁即係假設本身個別企業啦，可能爭緊銀行錢。咁佢哋可以將呢啲錢唔使還之餘咧，將佢變做股權俾銀行嘅啫，咁即係變相銀行做咗佢嘅股東，咁亦都以翻企業嚟講啦，唔需要再孭咁重嘅債務上身，咁以翻佢哋嚟計，可能個債務嘅危機或者個壓力啦，係會舒減一啲嘅，咁呢個係會有啲實質嘅幫助啦。咁而且二嚟都唔需要咁急於去還錢啊、還債啦，咁所以對翻企業嚟講啦，又唔使話太擔心，就可能即係資金面方面啦，係缺之下啦，有個還唔到債嘅一個危機存在。咁但係當然三嚟二，但係當然啦，你話另一邊相唔好嘅地方就係要睇下嗰一樣啦，換股嘅一個價錢係幾多啦。咁如果你頭先提到嘅內銀股嚟講，可能如果換股嘅價錢係低啲，對內銀股有著數。咁但係太低嘅話咧，對企業嚟講咧就未必太有大嘅一個支持喺度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換股嘅價錢同現價差唔多，甚至乎有個日價嘅時候啦，咁對翻企業嚟計咧，其實係會有啲比較大嘅一個刺激存在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點係即係兩邊嘅 parties 咧都要睇翻有好有唔好嘅地方咯。咁而點解尋日會出現咗呢個嘅消息出嚟咧？因為最主要另一邊商咧就有另一間公司咧，其實係即係大家之前成日講嘅叫融錢重工101，咁而家改名做華榮能源啦。咁其實就出咗呢單嘅消息嘅，因為佢本身就係最大民企嘅造船企業啦。咁其實佢本身債務水平就好高嘅，咁因為佢債務水平太高之下咧，其實琴日開始傳出咧就有啲嘅即係債轉股嘅方案，咁響翻即係中國銀行咧就將佢哋之前嘅債務轉為一啲股權，咁俾中國銀行，咁而中國銀行成為佢哋最大股東，咁所以先至衍生到呢個消息出嚟啦。咁但係當然頭先提到啦，以翻呢個嘅即係叫融盛呢單消息嚟睇啦，咁樣嘅轉換咧，其實係對翻內人嚟講啦，係唔係話太著數嘅，反而對翻101融盛重工啦，係比較有個好處喺度。咁所以你見到今日咧101股價咧，其實係大升上嚟嘅，因為佢個換股價錢正正由先講到一點啦，就係同翻現價嚟講咧，更加之有個日價。咁面上對翻企業嚟計咧，係好似更加有著數，但係反而對銀行嚟講咧，就唔算話太有利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咧，亦都可以叫做即係從呢件事上面睇咧，亦都可以睇翻頭先講到就係呢個以債換股嘅方案啦，究竟好唔好，或者對邊一邊好唔好咧？呢個都可以睇到咯。咁所以成件事嚟講咧，我會覺得對內銀股嘅整體睇法咧，會比較係仍然都係審慎少少為主咯。咁但係對企業嚟計，咁有呢個消息之下啦，個別高負債企業咧，無疑好似叫做比較係有個刺激作用。好啊，唔該曬Raffy 非常詳盡嘅分析啊！見到頭先提及過嘅1101咧，暫時股價係2.49啊，升幅係超過19%，挨近20%噶啦。最後再同大家跟進埋呢個板塊嘅最新造價啦。
建行靠穩報4.81，工行升1%，報4.17，中行係冇升跌，報3.08。農業銀行係靠穩報2.71，交行係靠穩報4.78。招商銀行是跌2%，報15.44，中信靠穩報4.65，民生銀行偏軟報6.95，松隆行偏軟報3.94，光大銀行無升跌報3.42。呢節時間差唔多啦，先同 Ravi 做翻申報。頭先提及過嘅股份或者指數相關資產，你有冇持有？誒都冇嘅。好啊，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。